各位朋友，一块来欢迎我们这位超级巨星，哎，萧敬腾先生。Yeah! 拿破仑呀，给！哎呦！真有你来迎春花开。春花处处开，那是呀幸福来，幸福来呀幸福来，大地放光彩，迎春花咱们大伙在，嘿嘿那不那个嘿，和你培养情灌溉。好，迎春花处处开，那是呀幸福来，嘿嘿幸福来。幸福来，大地放光彩，迎春花咱们大伙采。嘿嘿嘿，那不那不嘿，和你培养情灌溉。那可以呀了了，哎呦，震耳欲聋！哎，我真的头一次听到这么震耳欲聋的话，我以为是在演唱会上才能够听得到的，这根本就是国际巨星出场嘛！哎、真的，萧敬腾走到哪边，哪边就是演唱会。哎呦，老萧这是厉害、啊！那一天我记得那个时候东华南路有一家 Seven Eleven 就演唱会。他进去里面也变演唱会、哎，他是买个东西，他现在是干什么？我说我来买一个嗨秀，你们干嘛？来跟大家拜个年，好。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行大运。好，果然啊，就是不一样哎。哎，这讲话的声音好动听哦，这个而且他刚才唱歌的时候，那小舌头还会颤动哎。他的喉咙现在是叫做国喉，什么叫小舌头在颤动？那叫喉结，喉结。哎，小舌头颤动，你能看得到？旁边那边很吵，有两个人，我要介绍。他们没有看过巨星，所以会失态。不是，我们都很了解他。我不是没有看过巨星，我是没有看到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出现。哎呦！哎呦！你不要忘了，千千万万的粉丝都是女孩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呀，要拜码头的。拜码头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左边这一位呢？哎呦！那自己是哪一位？是哪一位？你啊，你啊，不是我，是我。我们乱了方寸呐。姓管，哎，记住，就是水管的管，是不是啊？那是不是是管理的管？管家对，管家的管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讲出来就是不一样。管家多好听啊！管家，女管家的女管家，名字呢？我很愿意做你的女管家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小心我走不出去哦！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上次讲这句话的，现在哎，长得很好。对，这话跟我讲就危险。上次一个人跟我讲这句话，小孩子已经这么大了。管艺姐姐，管艺啊，管艺姐姐，阿姨吗？不是。快姨吗？啊，那那位呢？就是这个是姓谢，哎，谢谢你的谢，谢谢你的谢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不是怎么好难得哦，他会说个 Hello 哎，冷若冰霜的霜，我肯定没有你冷，对，哦，他那不是冷，他那叫你比我冷吗？你冷吗？不是，飞哥，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对他蛮了解的，因为其实萧敬腾在大陆也很红，哎呦，不得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竟然看到萧敬腾本尊，我们两位真的很激动，很希望他能赞美一下我们。哎呦，可以吗？你忘了他的外号叫神话一哥，旁边有些女生在笑，对，赞美我这么好笑吗？啊？哎，你们两只麻雀停，对呀，哇，一只麻雀，一只小麻雀，这是很难访问的一个人呢。哎呦，对，我觉得是又爱又恨的一个人。哦，对，就是主持人会又爱又恨呐，因为爱他就是想他，你赶快多讲一点话呀，我们怎么样都好啊。那要看你的功力，怎么还不讲啊？
从头到尾都是你们两个在讲，我们讲太多，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讲。对呀，我们讲太多，观众肯定不愿意。想听他讲话吗？哦，哎，那你要有个题目让他讲啊。说什么？你要丢个东西给人家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发问一个他能够叙述的东西。我觉得他要。比如说，你去过那个福建吗？有东南劲爆音乐吧？人家回答你都要讲，太奇怪了，你们真是。你们是苦没有表现的机会吗？剥夺人家讲话的权利。相信他，我会带回去。现在开始，两分钟之内你们都不要讲话，好？对对对对，两分钟好。去过那边啊？去过。好，感觉怎么样？那边的人热不热情啊？热情啊。哦，然后呢？这样这样子问就好。你要他能叙述，你不能说那边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哎，你看，那你要跟那边的人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很热情。你这个也是不高段嘛，就是考，这是要考主持人嘛。问他什么话，他可以就不得不讲不停。就是我现在可以开始讲话了吗？可以问问题，要问到点哦，不能代答。他如果讲回答没有超过五个字，你就要闭嘴了。啊，对对对。这样子问呢，萧敬腾，你既然来过大陆，特别是来过我们福建，对我们福建有些什么样的，你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？福建。福建两个字吧。就是那里。就是。人嘛。人很热情。就是人，他一种方式为了我们福建人来，很想知道台湾有什么小吃可以推荐给我们的。哎呦，这个厉害了，要多说，看台湾的小吃。哎，刚好有啊，还没讲完呢，还没讲啊。哇，台湾的小吃很多，台湾的小吃有很多，咸酥鸡啊，霸王啊，霸王拉面啊。罗霸崩哦，对对对对，都在哪里哦？都在各个角落，角落，各个角落啊！在各个角落，又问出来了。哎呦，听了半天就一直想听他讲水煎包，就一直没讲到，还是蚵仔米蚵仔米线啊，蚵仔煎呢？大肠套小肠啊！你是台湾人吗？太多了，我每一次下太多了嘛，对啊，吃都吃不完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真的。啊，像新的一年呢，你觉得要什么这个愿望？愿望啊，希望工作一切顺利，然后身边的人都可以平安快乐，然后希望今天可以拿到飞哥的红包。哦。出题目了，还有哎呦，但是很少，我们主持人很少被人家难的呀。对呀，到飞哥红包应该有难度吧？没有红包就见见。那就少不了要给红包，一定会给。那这个啊，有自言自语的，有吗？他是在跟谁讲话？突然耶一下。哇，敬腾，那个新的一年，我觉得除了你都是为大家着想，是你的演唱会要多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多。嗯，他不会要几场？你们觉得啊？旁边有人说400场的，只有365天吧？他还有一天要跑2场啊！哇！所以在唱歌之前呢，演唱会前是不是有净身？就是净身啊？啊？有这么严重啊？不是洗澡啊？不是，声音就安静，就那3天都不讲话，静音不会啊？哎呀，那你不知道这个可怕了。而且我听说啊，因为我本身爱聊，没什么爱说话啊。不是，怎么把场面搞冷掉了？他这个人讲话不知道说是该什么时候接近，对对对，你讲到一半他会插进来，我们还要直接听他在讲什么。您刚刚是说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是说现在是要计划去抢劫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一直说话的。哦，所以他就没有晋升的问题啊？对对对，自然。那喜欢吃辣的吗？喜欢。哎呦，那应该要劲辣才对啊！劲辣，鸡腿堡。劲辣鸡腿堡。我真是服了他。他是要他禁止吃辣椒，他在那边还要猛吃劲辣鸡腿堡。地狱大辣面，害了我只好加一句烧饼，你在哪？广告都拍出来了，真的太可爱了。哎呦，你们两个说说看，
那个内地有什么人，就是可以跟他就是比一比的？我想到一个，也是研究出来的。别乱讲话啊！别乱讲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知不知道他的名字？哎，谁？是个女生。哎，女生男生对啊，女生我可以讲比一比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李玉。啊，那就是超女啊！哦，所以这个就再再考验着这个主持人的功力。对，是大家说的。不是啊，像你，比方说你用同样的话问我，你问飞哥，哎，飞哥，飞哥，您觉得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他来对相提并论的？我讲真的，萧敬腾是算第二，但是他如果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。